连接一下夏璇，看看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夏璇。你好。啊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夏璇带来的《天路》。星辰我站在星星的暮霜，看到雪影疲倦的霞光，像一片小雨飞过蓝天，为苍劲儿女带来吉祥。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，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，把人间的温暖送到彼岸疆。从此山不再高，路不再漫长，歌剧儿女欢聚一堂。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，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，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。请喝酒酥油茶，为更加相见，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，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。请喝酒酥油茶，为更加相见，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，幸福的歌声传谢谢夏璇。来听一下品味老师的点评，有请朱桦老师。我觉得夏璇唱得很好，就是他这个年龄，然后他的嗓音，然后他想象的一个表达，我觉得就是很是他自己的
整个的歌唱的这个态度，我觉得让我挺感动的。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郑郑老师，哎呀，我这个叔叔是真的特别感动啊，真的是特别谢谢你今天的表现啊，也做得非常好，演唱得很成功，很完整啊，祝贺祝贺。谢谢郑郑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来听一下郭振老师的点评。你那么小的年龄，不但扛住了这个危机，而且是很顺畅的把这个危机转化过来，一点都没有打折扣，你的表演完全没有打折扣，而且非常朴实的从耳机的这个手机耳机的麦克风里传递出来，传递出来的是你的淡定，你的从容，以及你对音乐的理解，非常质朴的理解，非常受感动。夏璇，我觉得你很棒很棒，而且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，你露出你的那两个大门牙超级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我觉得真的很让我感动啊！这个一般人很难做到，更何况小小年纪的你，真的要向你致敬，优秀优秀，棒！谢谢老师。